各位朋友大家好，现在玩的是集中，本来没有要录影的啦，因为前面一开始打了这一只天井，然后感觉不是很好，那现在目前状况拍得很好，现在正在开牌中，然后前面去哪里？目前开了总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加这只第九只，现在总共打了九只七出来了。那九只七还有两只、三只吧，九只七再加三只吧。那看看今天我可以能不能达到这个外阵十只七。那再继续看下去。目前我累积虽然上面是九只啊，可是因为刚刚换班的关系，所以我现在目前累积七只。如果再三只七的话，我就有机会抽那扭蛋。看这里能不能再让我开到三只。哎，下庄第一转就高雀，看看会不会直接掏出我的第八只出来，目前还差三只七就可以抽奖，抽扭蛋。跑了十九转，第一个加稳，还小哥的，哦，连续。啊，无了，没关系，继续打下去。哦，又关门了，难道又高雀？哦，阴寿。哎，拿外阵了，现拿五百分，舒服。让我们一起观赏阴寿好了。还不一定呢、啊。三十转的、啊。怎么都没有惊叹号？没有，我现在一个惊叹号都还没出来。都要高嗯。纪念一下。哎。有机会了，射下来，刀斧没得分就开了。哎，没开。我刚刚第一转高雀，第一转高雀没有，然后之后现在又阴寿。哦，那没有爆眼，其实没有。嗯。还有现在阴劫，莫名其妙阴劫。哎，没有吗？哎，还想骗？
哎呦，七八，现在第八只了。哇，各位观众，我达标了。没有。哎，我现在已经开了八只，然后现在又两只，两只之后就是有一个抽牛蛋，待会再来看看我可以抽多少。好开心哦，我竟然达标了，看看会不会再坑。哦，没了。来，第九只七，一样选个，哎，刚刚选个集中好了，一样继续选个集中。刚刚三只八有剩压力呀，结果有按错，但是还好，这边还是一样会补出来给你。又可以看它亮灯的样子。两个哈，这个是刚刚那一个双七连线的，所以它会有这样一个顺压逆压的演出。来，第十支，今天辛苦了一天。终于有完美的一个结果。阿公，抽牛蛋。哎，有出来了，抽到多少？让我看一下。让我看一下，我也在录影。刮，没有，你刮，你帮我刮掉了。那你有我刮，但是蛤蟆也刮，没有了。没关系啊，看看我抽多少。哦，2000分哎。好，签名。好棒，感谢。今天好。来，呛了，呛了，呛了，呛起来。所谓的一局五，阿二吐太多，只凹我一个 JAC。没关系，反正后面还有一只。哦，它又漂亮。可惜我一局五，不然这原本是有六只的。好啊，又来，差点按错。
又要看它亮灯了。看看电脑怎么跑顺压逆压，改天如果有还有喜欢自己拆左右边的时候，有没有可以给你们做个参考一下。又可以听歌了。来看看有没有第一转高雀。哎呦哎，第六转打架就开了。哦，没打。二十九转危险了，五撑不过三十二转。刚刚两个同时拿再过去，结果没有小意不服。背起来。哦。终于看到第一个高雀了，最后的希望，有没有机会大颗的？喝酒，哦，阿公要白目一下，真的要付我才有机会。哎，连续两转阿公白目，开。哎，一直叼吧，不是吧？哎，还真的是吧？二刀流，看看有没有？路过。来了，高雀来了。哦，小子，剑豪的对决，几刀？一刀。哦，二刀，二刀。背起来。开啊！对啊。哎，还好。哎，七。漂亮。天国第二次高雀，哦，不是高雀，
高雀来了。哦，开门。哎、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没有，大哥在接中的。啊，中的。双白莲。哦，没了。哎，今天玩到这里就好，也累了。然后这是我今天的开牌记录，分享给大家。这是刚刚的一局五的地方。今天打的第一支牌呢，就是天井牌。还好最后让我逆转胜，这是我今天的战绩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